老师好，我是李珍奇，今天是2022年11月28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。Thank you.
老师好，我是李珍奇，今天是2022年11月28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。